喂，胡总是吗？我是小腾，刚才我没接着您电话，您找我是吗？小谭是吧？啊，你来是。我办公室一下。胡总，那您怎么换号了呀？这个是我的私人号码，没告诉过你别吗？骗我了，我都知道你搁外面欠了2.5亿，已经带着小姨子跑了。你现在又回来了是吗？你有啥事儿我马上过去呗，我在家呢现在。那你大概多久能赶过来？我有急事儿找你。但是胡总，我有点不太敢过去。那你那个办公室里面那个老虎，你已经拴上了吗？那它总咬人。拴好了，我已经送那个动物园去了，你赶紧过来吧。胡总，你都已经肺癌晚期了，还来加班，你这也太拼命了。你女朋友怎么样啊？艾滋病治好没有啊？胡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胡总，我不应该那个问这些没有用的。那我现在过去行不行啊？不用了，我给你打电话呢，是想让你给我转3000块钱，我要用，你给我转完以后去财务把钱领一下。胡总，你是不是又嫖娼去让人扣下了？上次你就这样式的，咱们公司现在都议论这事儿呢。你赶紧打电话过来，不是，你赶紧打过来吧，我这边不让我多说话，你赶紧的。那你去嫖娼还是跟男的吗？我用不用我直接过去接你一下子？还是老规矩，我把痔疮膏一起给你带过去呗。不用了，这个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胡总，那你痔疮不疼吗？我说你他妈有完没完？你他妈干嘛呀？不用你了，明天别来上班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呀，对不起，那我现在给你转钱行不行？你看是支付宝给您还是微信给您呢？微信就行了，你加我一个微信，我刚换的微信，赶紧给我打过来。胡总，我这边我能给你转10000，但是我微信里也没有啊，我没绑定银行卡，要不你先借我30，我从银行提现，完了我都给你用微信再转过去呗。不用那么麻烦，零头我不要了，你给我转9000，9000行吧？那你能不能最后再向我证明一下子呀？那9000块钱也不是小钱儿，您能证明一下你是胡总吗？我就给你转钱了。你说吧，怎么证明？你就唱一首你最喜欢那首歌呗。我最喜欢的歌，那这样吧，我考考你，我最喜欢哪首歌？哎呀，你还考我？那不就是你最喜欢那个，使劲喊那个啊，亚拉搜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青藏高原对吧？青藏高原。对，咱们公司就你能唱上去，你唱一首，我马上我就给你转钱。行啊。是谁带来？来，胡总，那个您就直接唱最后一句就行，就是最后一句。亚拉索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调不对，我给你起调啊，亚拉索，这个调。亚拉索，那就是滚吧你！我操你妈！你他妈傻逼是吧？傻逼！我操你妈！